这男的拍照是要钱的。他是 Nike 赞助商，以后就拿着这样子照相，好第一名。那他也是要第一名的。你现在不用去躲了，在家里想。经常啊，你看你很老啊，很老的在做，然后跑到最后一名，大家超越你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前面的上面去跪下？就比如说你拿了一个什么很大比赛第一名，之后就不再画红牌？也不会吧，没有必要。有些人会觉得说急功勇退啊，就觉得一个好的形象，然后让后辈变成一个不朽的台面，就是没有人再把它干掉。对，两百，但是你有时候觉得那程度是一个虚名，就是一个名称呐。啊，我觉得创造不朽有很多方式啊。嗯，像我们职业的话，比如说对什么经典赛，我打完之后，那一年我已经拿到，隔年前一年拿到全数总冠军，但是我今年就是没有办法再参加亚锦，但是我可以打那比赛，我就不去打，但是名字一样在上面的。没关系，我们下来，因为你是给高中生，他给了他们机会。你打是占领的那个对啊，对，除非你到成人方面那就叫名号，那就说不知道，那就是来接非常多比赛，没有火了，还好我火了，别就这样了呀，那我现在也可以，现在因为我跟你说要不要搭手不管，因为我再也拿到名号。然后我现在在考中校，然后国内也打比赛，大学比赛也打，都已经拿出名次，然后我想说，去年加州的时候，我有见吗？我有见吗？但是打比赛，因为太多了，就是没啊。因为他不单单直播，如果你没有抽到的话，才会得到奖。因为他锁定是顶级太低，假定有极限嘛。你只要想到比赛，因为是世界运动会极限赛，那个极限有世界极限，然后有大奖赛，所以基本上极限是很大的，都是很大的，但是在台湾。在台湾在哪里去哪里练？有没有他们的学校？我们是哪一个一样的学院？他们去哪？没有啊，但是我还是。因为我是人家最便宜的，是吧？对啊。有啊。